有这段时间，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工厂的咖啡来。我这里咖啡有三种。您在台湾如果说有人家买这个红色的，这个叫做 Gobi Lu 啊，送给您的话呢，就是来到我们印度那家找最昂贵的树种的原产地苏门答腊岛，不是最昂贵的猫哦，是树种贵，一样的包装，一样的这个品牌啦。